韩东上任，民进党不分区立委施宜芳，长期以来哦，真关心弱势族群，嘛来了解到罗岗地区一挂弱势家庭的需求，真大心哦，是伫咧服务处内面准备1000包的白米，提供予中介修理户来收取。立法委员施宜芳服务处内堆满一包一包的白米，准备要予罗岗地区的中介修理户来领取。希望伫咧岁末年终的时阵，送上一份的关怀加慰问。经济也不是很好，那我在去年成立鹿港的服务处，那我希望讲借到这个时阵哈，会当寒冬送暖。啊，即个咱的部分吼，准备1000包。那原则上我诶，规年吼，拢甲这个布条啊看咧，啊，只要伫咱的鹿港的中低服务处吼，随时拢会当来领安尼吼。啊，我希望讲借着这个抛砖引玉哈，能够唤起更多的企业啦，或者是一些好朋友共同来支持这个活动。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，我们未来在这个地方哈，能够陆陆续续的、持续的，不管是整年或者是到明年之类的哈，我会一直做这个活动。这届服务处嘛，准备1000包的白米，要予有需要的乡亲。施宜芳嘛认为，这届活动只是一个开始，希望摕到这挂白米了后，会当予弱势家庭感受到社会一份关怀，温暖过新年。当然嘛，希望借此抛砖引玉，号召更加侪人加入行列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以行动散播爱到社会各角落。寒冬送暖，百米捐赠，祝福大家新年快乐。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。